不，你的先生也是，对我先生也是华航的机师。他会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要这样，然后按这个按，这就是。他想这样子，对，他会抓着你的手说：“我这个手要稳定。”这样，那麻烦您先示范一个，这边先进去，哦，然后这样。 最好是踩着，会比较方便。容易哦。然后就把它卷卷卷。对，就这样。哎，看起来很，你看，你有看到吗？被你的头发挡住了。